足厥肝经与督脉会于颠顶，而督脉循行于腰部正中线，足太阳膀胱经在背腰部分布于督脉两侧，足上阳胆经分布于身之侧及腰背部膀胱经的外侧，所以针刺太成，能疏通各经的精气，也为治疗腰痛提供了经络理论依据。虽然说的是进邪类用太冲和阳陵泉效果更好，但是呢，就算是我们这个腰椎损伤就靠近正中部位的用太冲阳陵泉效果也很不错，知道了吧？就是它又涵盖了宿骨的治疗范围了。但是呢，如果是靠近胁肋部分的疼痛，你扎宿骨效果要差一点，所以我们要用太冲和阳陵泉，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要记一下哈。筋与肝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主要肝主筋吧，是吧？素问玄明武器篇说肝主筋，肝之气血可以养筋。素问经脉别论说食气入胃散筋于肝营气于筋，所以肝主筋。素问平人气象论说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可见肝所获得的精气都会散布到筋，发挥濡养作用。若肝之气血不足，筋得不到充足的濡养，就会发生病变。来，咱们看这个足厥阴筋经，上循阴骨，结于阴气，络诸经，对吧？足阳明筋经，上结于臂书，上循胁属疾，上循浮突，上结于臂，聚于阴气，上腹而部，至缺盆而结。足太阴筋经，循腹里，结于肋，散于胸中，其内者浊于脊。看到脊了，脊什么？脊椎嘛。足少阴筋经，循阴骨，结于阴气，循履内夹脊，上至项，结于枕骨，与足太阳之筋合。腰痛是什么？是筋之病变，对不对？结于阴气的足三阴筋经和足阳明筋经，或浊于脊，或浊于夹履，或什么呢？或属脊，均从内或从外连接于背腰部，而这些筋经均要受到足厥阴筋经的约束，因此针刺太冲通过足厥阴筋经总络诸经的功能，调节筋气的运行，疏经通络，解痉止痛。说白就是说肝主筋，我们筋病要从肝入手，对不对？从脏器方面讲是肝入手，对不对？从穴位方面讲是阳陵泉。所以靠近胁肋部疼痛，太冲、阳陵泉和足陵脐，这是啊，从经脉所过组织所及上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治疗腰痛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正中线腰椎的问题我们用后溪，对吧？但是呢，太冲阳陵泉也可以对这个有很好的效果。而宿骨呢，我们从经络循行上讲它有这个效果，就治疗膀胱经循行部位的疼痛，是不是？但是呢，如果再靠外侧的时候呢，用宿骨的效果就要差一点了，这时候呢，我们就用太冲阳陵泉效果会更好。就是太冲阳陵泉涵盖到这个膀胱经的治疗范围了，但是呢，它呢又比这个膀胱经治疗范围又更广一点，所以我们说胁肋部的时候这个疼痛用宿骨效果要差一点，我们要用什么太冲阳陵泉会更好，就这个意思给大家讲清楚。来，太冲呢足厥阴肝经的输血或延血，肝经的失动病之一是啥？腰痛不可阳腑，这是它其中一个症状，对不对？肝肾同源，精血互生，同属下焦，腰是肾之府，对不对？所以肝肾亏虚能够发生腰痛，太冲透涌泉是不是就肝肾同调了？肾虚腰痛是不是有效果？可以这理解吧？而且王冰柱说呢，肾脉与冲脉并下行循逐，荷尔盛大，故曰太冲。太冲所致症多同于涌泉，太冲透涌泉可以肝肾同调，所以能够治疗腰痛。这从这个脏腑上讲了，这就是肝肾同源。阳陵泉呢，足上阳胆经的合穴，下合穴八会穴之金会。为什么金会阳陵呢？阳陵泉位于膝旁，是不是离膝盖不远了？素问脉要精微论讲了，膝为筋之府，主屈伸之腱，若屈伸不解，行将楼府，筋将背矣。大筋之会即在于膝，故云诸筋皆会于阳之陵泉，知道了吧？主要这个原因。阳陵泉为足下阳胆经合穴，少阳行头身之侧，
多什么呢？联络骨节，而筋是什么呢？附着于骨的，对不对？而聚于关节，对吧？正如《素问·五脏生成篇》讲，诸筋者皆属于节，节什么？就是骨节，关节的意思。此处的节就指骨关节而言。据此，针刺阳陵泉可以治疗颈项、侧头、胸胁、腰椎、膝关节、小腿等诸筋病变，是吧？所以膀胱经，太阳膀胱经主筋所生病，而胆呢，胆经是主骨所生病，就是这么来的。胆附于肝，经络互相络属，是表里关系，对吧？难经，经是云，肝主筋，而胆其合也，故筋会阳陵。这是从什么？从脏腑表里关系讲的。刚才是从它的位置讲，因为啥？膝为筋之府，而它又在筋的侧面，就在跟前，对吧？而从这个角度讲，从经络表里关系讲呢，肝主筋，而胆其合也，所以呢，筋会阳陵。由肝之不足而引起筋的病变，可以通过针刺胆经之阳陵泉呢，而协调阴阳，调和气血，以解除什么这个筋部的疾患。再看足临奇，足临奇足三阳胆经的输血，八脉交会穴之一，通带脉嘛，这也是什么了？八脉交会穴吧，都全了，这就。足临奇是胆经输血，输主体重节痛，而且足临奇是八脉交会穴，通带脉，带脉环腰一周。带脉前面是肚脐，后面是啥？后面是第十四椎，是不是？十四椎旁边是什么穴位？肾腧吧。哎，所以这个穴位治疗腰痛效果也非常好。案例：男，43岁，主诉腰背疼，搬运我们桶装的矿泉水之后呢，出现了后背疼痛，活动受限。当时左侧肩胛骨内侧至腰部呢，竖脊肌疼痛，难以转侧。刚开始扎的素骨，当时田茂扎的，针刺素骨，轻针慢捻，慢针细捻，疼痛减轻70%，当时感觉好很多了，已经效果不错了，这已经。但是第二天了，还是依旧疼痛，疼痛还是挺厉害。后来了，我说那就换一个地方，因为啥？离得比较偏了嘛，这个位置已经离这个膀胱经，我们就针刺什么太冲和阳陵泉，疼痛完全好了。三次以后疼痛消失，一周后回访。没有复发，这一年后回访也没有复发。完了，腰背部尾骨疼，这个尾骨疼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哈，经常会碰到这个尾骨，坐的时候不小心。